您是不是先下来嘿？在家上炕上惯了。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？说的够热闹的，到底会唱什么呀？我啥都会唱，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。嗯，就听您做饭这一段，你请好吧，都配合着点。我做的是焖炉炒肉榴莲片，醋溜腰子的排骨，松花扁担的白莲藕，海蜇拌肚滋味足，四两四两那个八碟菜。我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？香不香？香哦，香死个人嘞！